今天晚上带你去哈尔滨看病去。我还没有病呢，看什么病？哦，不对，检查身体说错了，我买好车票了，啊，不先斩后奏了啊！去，你不去，到时候一退车票的话，钱都没了。没有病，去看病是检查，去年是不是这个时间检查的？啊，今年是不是还应该一年一次检查，还应该这个时间？对啊，你知啊，道他为啥要带你？你现在目前这几天脾气老急躁，所以查是精神科的，精神有点不啊，好，去看来看看有没有神经病对，看这个。听话啊，这两天正好是连雨天，连着三四天，这咱俩也没啥事儿，那是连雨天吗？又不上山，是不是？然后在家这野菜也采完了，玉皇蘑又上不了山，哎，这待着干啥呀？去看没有精神病吗？完了就领回来我带你去哈尔滨吃大餐，真的不带他，不带你媳妇儿，行吗？现在是别忘了充电啊，自己拎不动那张嘴，别硬挺着拎。我听话。你那个地吧，你不要去老去捂了捂了，那个腿说呢，横着白在那，一天到晚的，好了伤疤忘了疼。我听话。千万注意啊，啊，然后把门关好，我然后那什听么，话啊。你这操不完的心，可以了。那里边拔的不是你去检查身体哈，精神好了再回来，精神不好直接验个刀给你，可以，远点送远点啊。咱锁好门啊，这儿，我在这凉着。不是，这不是你选的，给你买的这个是下铺，别总去跟人唠嗑啊，好好睡觉啊。你躺下吧，我走了。躺吧。有事找我啊，我在17啊。没事。第一次来省会咋样啊？哎呀，人太多。我爸和我妈第一件事，你看来的都是医院。但我不来，偏得逼着我来。等会儿吧。他其实没毛病，前段时间是忙的。口罩摘了吧，累不累？不累。然后休息休息。连饭也吃不上，这简直是。这就是你的午饭了。哎呦，早晨没吃饭，中午还不想吃饭，还得走到饭店跟前儿，那个闻的那个香味儿都老香了，还在那。多喝点啊，多喝点。下次明天我可不来了，来检查。拉倒吧，这好人家是折腾稀奇的。他都快郁闷了。今天在哈尔滨吃了一顿，明天白天一天不能吃，然后吃完做完胃肠镜之后还得饮食清淡。你来了一趟，啥也没碰上。啊，吃饱了，现在有劲。打个电话给老黄同志，哪怕他在这家担心是吧？现在见笑容了吧？吃饱了，喝足了。今天中午你看着跟我叽歪了，我不来了。明天打死也不来呢。哎呀，那饿着呢，指着那都，啊，没啥事儿，就是精神有点失常。那别往回领了，我给扔哈尔滨了啊。我还能找着哈尔滨，我能找着家，知道吧？明天晚上。明晚，后天早上回家。今天得做胃肠镜。我告诉我爸了，我说别明天做个胃肠镜出来再哭了，姑娘他们欺负我。我说那样的话，我说我掉头我就走，我都不认识他，我丢人。哎呦我去，我能干那事儿吗？你问你妈。主要是给他想预约无痛的，就是但是无痛的吧得往后排，还没招嘞。他说他坚强，就给他做了一个那个不打麻药的。刀子捅到身上都不怕疼。就那点小事。今天检查了一堆，什么肝功、肾功、心肝、脾肺、肾，该做该拍片子都拍片子了，脑袋拍片子了，啊，都拍了。啥事？啥事没有？我就跟他说啥事没有。哎呀，我自己的状况我还不知道。就是瘦点儿，回去你多炖两顿排骨，啥都有了。告诉我是少熬夜，可拉倒吧！人他都没看着医生，他就在那玩瞎编。他医生说少干点活，然后就行。多数两根星星，医生说。星星少数两根。大家都比较关心，说我爸脸发黄，他就是黄种人，就这肤色。黄皮肤人啊，这样事儿。然后瘦呢？就是反正他从年轻他也没胖过，只不过这段时间就是更瘦了。咱熬
太熬人。对对对，然后这段时间才玉皇膜，这段期间就不怎么累了。对，那个不累。啊、嗯，然后我天天给他炖排骨，天天给他煲汤，然后肯定让他长肉。彩灵芝也不累。嗯。彩灵芝回家就可以休息。不熬夜那个。啊。不折腾人，不像采菜，就是早上起得早，回家还得干活。对、啊。那些东西采回来就不用管了。不用管。走，咱逛街去。走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，这块就是中央大街，你看看你有没有什么想买的？给你妈买个巧克力，家里有。买个别的，我兜里钱没有。我打算今天带我爸溜达溜达，然后呢晚上再看个电影，睡觉。免了。第二天他就睡个懒觉，然后中午去做个胃肠镜，然后这就是我们这两天的行程。买个洋娃娃给你妈，少抽点儿，多吃点儿，吃个这个，对，好吃吗？好。我们爷俩现在就穿过中央大街，我俩没什么好买的，准备去那边看看那个松花江哈，看看江边。爸，你来，我知道你给我妈买什么了。买啊。买个这个，那个大项链。那也多贵呀，我拿也能。这就是我们的防洪纪念塔了。我说看电影，他不去看，是不看，我是看，然后谁赢了听谁的，好吧？行。石头剪刀布。你赢了。我听我的吧、啊。是不是得去看？我刚才降下来了。和我爹俩，我们来看个《悬崖之上》，这正好是讲我们东北的一个谍战片，甜的咸的粥，然后你都尝尝。甜的好吃。你尝尝这个鱼粥。你来个哈尔滨，我不能亏待你。我在家啥鱼没有，溜根子、鸡瓜子。喝点，喝点。爸，你来。啥事儿？喝药。这个呢，通常在做的前一天晚上8点之前就开始水浸湿，因为我看了这一袋得用1000毫升的水稀释，然后今天得喝两瓶。我一瓶就行。医生告诉你得喝两瓶，你就听医嘱的。医生告诉你咋吃咋喝，你就听话啊。嗯，老弟，遭罪了啊！喝吧，药都喝了。不用一次性咕咚咕咚全喝了，你就是一个小时之内有啥味儿啊？干啥呀？还得喝啊？灌肠啊，喝水。啊，这叫遭罪呀、啊！肚子里都空了。肚子里、肠子里、胃里都得空的。啥东西不能有？那还有力量走道吗？我给你打车没事，只要你能坐电梯下楼就行。2000毫升，我这还这个加那个，今天喝没它就行。爸，你现在哈，你除了起来躺喝水、上厕所，你就在床上躺着，节约体力，真的。你别动弹啊，就躺着就行。刚刚带我老爹做完胃肠镜，那些报告直接在手机上就能看。我们俩得赶今天晚上的火车回东方红了。对，回家。嗯，给他买的吃的，他是肠子里有块息肉，嘎下去了。然后检查得明天才能出结果，这得晚上4点才能吃饭。做胃镜和肠镜咋样呢？我能挺得住。没哭啊，在里头。哎呀，我天嘞！我说呢，刀架脖上都在哭的人。不，现在饿，饿你也不能吃。小米粥就好。啊，给你买了，还有鸡蛋糕。我也吃点饭呢，我也从早上吃，没吃呢。那你吃吧。我吃个面得了。我们爷俩来哈尔滨过的这是啥日子？他没饭吃，我吃面条子。一顿好吃都没吃着，遭了罪。这个胃肠镜不用每年都做，就是隔几年做一次，知道吗？那家不让吃东西。多遭罪，多痛苦事儿！我的面条来了，我爸他上出去了，他怕看着馋。看我爸，没到点儿呢，你再等一会儿吧。我解开，解开。你看。哎呀，真行！你慢点喝啊，匀溜着，知道吧？你现在那个肚子里一点东西都没有。粥下去一点点，他感觉肚子可热乎，又热辣，前胸贴后背上的。吃点东西就能见笑容。你回来了。干啥不回来了？啊
馋。没有新鲜了，我饿新鲜了，两天吃了两顿饭，他领你吃，哎，他领你吃大餐去了，喝粥。哎呀，你真亏，他就领我吃好吃的，不行啊，老头，他给你喝粥，我去他给大餐，啊，后爸，小爸爸。